炒饭加料便会拌，阿Ken心酸自己吞，一整年都没有吃到什么家常蒜。你真的哭了？我坐上台湾航空公司的飞机，打开来是那个台湾炒饭，我吃一口，啪，眼泪就开始，你要真的低啊！就我把那个炒饭吃成烩饭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